老板，给我拿2个菜包和1份黑米粥。姑娘，您打包还是在这儿吃啊？打包。哎，好嘞。来，您的粥和包子拿好了。哎，好，谢谢啊。哎，慢走，下次再来啊。好。我叫沈云，目前是一名实习幼师，毕业后就留在这座城市工作了。 我每天的工作就是给幼儿园的小朋友们上课，陪他们玩，照顾他们。要说我为什么选择做一名幼师，那当然是喜欢小孩了。有时候是会遇到些麻烦，但人生嘛，总是有些起伏的。为了我喜欢的工作，也为了那群可爱的孩子，我相信我可以的。沈云老师，早上好。超超，早上好。沈云老师。 超超妈妈好啊，今天这么早来送超超啊？超超从昨天回家就一直念叨，要早睡早起。这不，一大早6点多，我和他爸都还没醒呢，就给我俩叫醒了。老师，你昨天说的，小朋友要早睡早起。超超妈妈，的确是我上课的时候跟班里小朋友这么说的。没事没事，沈老师，你教的也没错。 我待会儿还得去单位，超超就先交给你了啊。应该的，来，超超，跟妈妈说再见。妈妈再见。哎，再见啊，在幼儿园好好听沈老师的话啊，别淘气。超超，跟老师进去吧。超超今天吃早餐了吗？吃了，妈妈给我做了好多好吃的。 那能跟老师说说有哪些好吃的吗？妈妈做了3明治，里面有肉肉、鸡蛋，还有牛奶。十一剧社出品，中秋教师节特辑，全一期现代原创广播剧《实习幼师上岗记》，欢迎收听。小朋友们，早上好！老师早上好！ 看看老师带什么来了？是积木。超超真聪明，那么今天就由超超把积木发给每个小朋友。超超能做到吗？可以。小心点啊，别一次拿太多。好的。沈老师出来一下。嗯，好。李老师，找我有什么事啊？沈老师。 这份文件是园长让我交给你的，还有一周你的实习期就结束了。园长那边的意思是，如果你想继续做下去，可以在这个转正合同上签一下字。超超，当然，咱们毕竟只是私立，如果你有更好的去处，我们也是为你高兴的。好的，谢谢李老师。我想要那好，你继续忙吧，我就不打扰你了。啊，好，李老师慢走啊。 想到这么快就可以转正了，下班后给爸妈打个电话，让他们也开心一下。只可惜这次中秋还是没发回去。老师，超超手指出血了，出血了？怎么会出血呢？怎么了，超超？老师，超超，别怕啊，给老师看看。老师，还好没什么大碍，只是划了一个小口。老师，我会不会？ 怎么会呢？超超这么可爱，不会死的。等老师给超超包扎上就没事了。超超能告诉老师你是怎么划伤的吗？我过去捡那个积木，然后不小心划到了。才不是，老师。 是超超自己用积木划那个窗子的玻璃，然后不小心把自己划到的。老师不是说过吗？别靠近那个窗子，等维修的叔叔修好了才能碰。对呀，当时我让他别去，他还不听。超超，这样是不对的哦。我的积木少了一个房顶。 我想把方形积木划成3角形。积木少了，可以找其他小朋友借啊。大家都是好朋友，我相信其他小朋友会很乐意借给你的。以后
不要做这种危险的事了。好。好了好了，大家都回到自己的位置上，堆自己的积木啊。老师会挨个看的，认真的小朋友会得到老师奖励的一朵小红花哦。好。来，小小强，老师和你一组，用积木搭个大房子，别哭了。老师，还是差个房顶。小朋友们，超超刚刚给大家发积木很辛苦，现在超超缺一个积木，有小朋友愿意借一个给超超吗？老师，我可以借。超超，老师，老师，我多了一个。老师，我也可以借给超超。超超，你看，小朋友们都很乐意帮你的。大家都是好朋友，有什么困难都会互相帮助的，知道了吗？知道了。去吧，自己需要哪个积木自己和小朋友商量，超超是男子汉，要勇敢。好。不过我可以借一下你的这个积木吗？好啊，给你。谢谢。老师，我借到了。超超真棒，现在积木齐了，那我们进行最后的完善吧。好。小孩子很纯粹，有时候真的只是需要一个正确的引导。下班了，好累啊，不过还是挺充实的。哎，差点忘了，今天李老师给我的那份入职文件我还没仔细看呢，到时候签好了给院长送过去，这下我终于可以转正了。对了，打个电话给爸妈说说，好让他们别担心。院长的电话应该是来问我转正入职的事。喂，园长。哎，小沈呐，今天你们班上是有一个学生受伤了吗？是的，划了个小口，不严重，所以我就简单的给他处理了一下伤口。小沈呐，咱们为人师表的要给孩子做榜样，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心里要有杆秤。而且现在的孩子根本打不得骂不得，你怎么就糊涂了呢？抱歉，园长，你在说什么？我有些听不明白。你不明白？那学生家长都告到我这里来了，说你今天上课的时候推了他家孩子，结果那孩子手不小心碰到玻璃，划破了口。不是啊，园长，我没推。那孩子手上的伤口是自己用积木划玻璃不小心弄到的，当时班里的其他小朋友都看见了。你说的这些都不重要，关键是孩子家长表示要园里赔偿孩子医疗费，你说怎么办吧？什么怎么办啊，园长，那是他家孩子自己弄伤的，怎么问起我的责任来了？那孩子在你课上受的伤，不问你责任问谁责任？不是我推他家孩子的，是他孩子自己。你不用说了，我们幼儿园可能不太适合你，明天你不用来上班了。至于实习的工资，我这里就先扣下来，来付那孩子的医药费了。园长，怎么这样啊？又不是我让他受伤的。又是谁啊？怎么偏偏这个时候打电话过来？的电话，不能让他发现我哭了，不然他们会担心的。喂，妈，怎么了吗？小鱼啊，你爸有些想你了，让我打个电话问问你过得好不好。妈，我很好，你们就放心吧。现在工作怎么样了？还顺利吗？啊，挺好的。最近实习快结束了，老板说我干得不错，让我签了正式的入职合同。那就好，有
有什么想吃的，自己去买啊。没钱了，记得跟我和你爸说。一个人在外面，要好好照顾自己。不会的，妈，你就放心吧，我不会亏待自己的。哦，对了，我看你那边过两天可能会降温，一定要多穿点啊，别整生病了。嗯，我会注意的，您不用担心。怎么不担心啊？你可是我女儿。啊，对了，过两天中秋节了，你能回来吗？啊，可能回不来。啊，这样啊，没事儿，工作的话就去忙吧，好好照顾自己啊。嗯。啊，妈，老爸的腿还好吗？挺好的，都没有复发过，走路也利索。那就好，你和我爸在家里也要好好注意身体，有什么问题记得随时打电话给老哥，他离你们近，我放心。我和你爸在这边不用你操心，你自己在外面小心点，凡事留个心眼，别被人家骗了。哎呀，妈，你就放心吧，我不会被骗的。不会就好。差点忘了，隔壁家的老太太约我这个点儿去跳广场舞，我先去了啊，你自己在外面好好照顾自己啊。好，拜拜，路上慢点啊。嗯，拜拜。你不用说了，我们幼儿园可能不太适合你，明天你不用来上班了，至于实习的工资，我这里就先扣下来，来付那孩子的医药费了。妈，对不起，不是故意骗你的，可是我不明白，明明不是我的错，为什么园长就是不信我？明明现场有那么多小孩看到了，为什么不先问问经过再做定夺？居然在沙发上睡着了，谁的电话？园长，是来让我赶紧离开幼儿园的吧？喂，小沈呐，我是来跟你道歉的，昨晚的事儿你别放在心上啊。今早那孩子的妈妈打电话过来，把情况说清楚了，的确是他家孩子不小心划伤的。那孩子也承认是自己的问题了，所以你这边园长，您不用说了，道歉我接受了，请问您还有事吗？啊，小沈呐，那你能不能继续来上班啊？孩子妈妈那边表示一定要让你回来上班。园长，我虽然是刚毕业，第一次工作，但这并不代表您可以对我挥之即来，招之即去，更何况您这次能在不问清楚事情缘由的情况下随意打发我，也就说明以后你也会这样做。很抱歉，我的确不适合您管辖下的幼儿园。哎呀，不是呀，小沈，幼儿园又不是只有一个，没事的，大不了再找个合适的。又是谁啊？喂，你好。喂，沈老师，我是超超妈妈，关于超超受伤这事，我想跟你单独谈谈。不用了，园长那边已经跟我说了。沈老师，我知道你还在生气，这事儿的确是我们做的不对。超超回家的时候我没在家，他爸爸看他手指伤了就问了一下，结果超超因为害怕他爸爸知道实情后打他，心里一慌就扯了这个谎。他爸爸也是着急，就直接把电话打到园长那里去了。事后我才知道实情，就连忙打电话跟院长说清楚情况。所以只是因为你家孩子怕自己犯错被打，就让我背了这个锅。实在对不起，沈老师，超超后面也很后悔，今天也没肯去幼儿园。超超，快跟沈老师说对不起。老师，对不起。行了，
你们的道歉我接受了，没事的话电话我就先挂了，我还得去找工作。哎，沈老师，我认识一家新开的幼儿园园长，那里环境不错，院长人也不错，我推荐你去吧。不用了，我自己能找到工作的。我相信沈老师你的资质会找到的，但我还是想帮你一下。另外我自己也有个私心。什么私心？就我们家超超上幼儿园以来就服你管，所以你去那个幼儿园的话，我准备把超超也转过去，有你带超超我放心很多。沈老师你觉得怎么样呀？沈老师你还在听吗？在的，我考虑一下吧。哎，好，那沈老师你慢慢考虑，考虑好了打这个电话给我啊。好。不过睡了一觉反转来得这么快，生活还真是大起大落。爸爸妈妈，今天是中秋节，我想吃月饼。好，那咱们啊就去买月饼。你妈好，不用放话。所以啊，想吃什么口味就拿什么口味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就知道汪家。今天中秋节了。沈老师，沈老师，超超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沈老师，是妈妈带我来的。沈老师，是我向园长要了你的地址，今天中秋节我想邀请你和我们一起过。不用了，超超妈妈，谢谢你的好意，我自己可以过的。你今年刚毕业出来工作吧，回不了家，一个人过也怪冷清的，正好我们家超超很喜欢你，来跟我们一起吧，人多也热闹。对啊对啊，沈老师你来嘛。还是不用了，谢谢啦。老师，你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呀？没有，老师怎么会生超超的气呢？那老师你来和我们一起。对呀，来跟我们一起吧，你看超超真的很希望你来。沈老师，那好吧。好。哦，对了，超超手指怎么样了？之前园长打电话跟我说付了很多医药费，是不是很严重啊？实在抱歉，我当时看着只有一条小口，以为没啥问题，就没及时送超超去医院。医药费？什么医药费？超超这个伤口没去医院呀，我只是给他换了张创可贴，你看都快好了。啊，没有这回事吗？那天园长电话里说家长要求赔偿医药费，就把我工资扣了，所以我是被骗了。我看八成是的，没想到那个院长看起来人没活了，居然动这种歪心思。没事啊，沈老师，周一我陪你去幼儿园把你工资要回来。不用麻烦了，我自己去可以的。那怎么行？我跟你说啊，那个院长就是看你年轻好欺负，我陪你去他就不敢欺负你了。那好吧，谢谢你啊，真是太麻烦你了。没事儿，这事儿本来就因为我们家超超才发生的。哎呀，十点了，干脆我们就不回去了，直接去商场买东西吧。好。妈妈，我要吃月饼。好。哎，对了，沈老师，上次我跟你说的那个去新幼儿园任职的事，你考虑的怎么样了？那个，我今天正准备打电话给你，我想的是您就给我幼儿园的地址吧，我想靠自己的努力进去。也行，我尊重你的意见，我也相信你一定能进去的，我们家超超可还等着你呢。超超已经转过去了吗？对呀，以后就麻烦沈老师了。我这都还没去应聘呢。我相信你可以的。谢谢啊。
小朋友们早上好啊，我是你们的新老师沈鱼。老师早上好。今天上课老师给大家讲一个星星幼儿园的故事，大家想听吗？想。以前啊，有那么一个幼儿园叫做星星幼儿园，每到傍晚呢，小星星们就开始到幼儿园里来了。星星幼儿园好大啊，根本望不到边界。